接着，往下讲各类痣啊，我们分成了不同的，根据这个痣的类型，我分了不同的类啊，把那个540部首里边的470多个基础汉字，根据它自己的内部联系，我们分成了类来说。那么这一类就是跟人，就是人直接相关的，这些我们放到一块来说啊。人肯定是最关心自己，是吧？所以人最关心人。所以上学第一个，古代是"人之初，性本善"，首先说从人说起的，对吧？我们也从人说起啊。那这个从人说起叫什么呢？《说文解字》的序，就我们说《说文解字》，它编的时候，它有一个序交代它编的，其中就说："古者夫昔世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取发于地，是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居身，远取居物。"我们这个人就是进取居身啊，于是始作八周作易八卦以垂现象，什么意思呢？说，最开始的时候啊，那个不是说造字，更早一点是做卦，就我们说的周易的卦是吧？那个卦象是怎么回事？它是要统一天下，它就要先看天象，仰则观象于天，观察天体里面运行的各种现象。然后俯则观法于地，看地下。我们说了，比如说鸟兽之文，对吗？是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啊。这个山形怎么样呢？这个鸟，在这个地方走过了，这个野兽走过。刚才说了，鸟兽啼行之际啊，从这些角度去做八卦。它这种进取居身的这种意思，就是说我要表现一个东西。我们表现一个东西是为了让其他的人理解我的意思。那我用什么办法让你最容易理解我的意思呢？那肯定是跟我们自身最有关的，我们就去从我们最熟悉的地方去开始。这样我一说出来你就理解了。每个人对自己是很了解的，就说这个基本的东西是比较了解的。它的造字的意思是，我们的人先从人开始取人这些基本的东西啊。所以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哈，人我们。莎士比亚也说，人是这个天之万物之灵，对吗？人是最贵的。我们古人也这么说啊，东汉就已经说了2000年啊。那么这个人刚才已经讲过，这就是人的比近之行，很清楚的。这是手臂，这是人的身、头、臂和腿，是吧？这个不用说。那这个人字，实际它衍生出来会有一些别的，比如这个人就是字，就不是人了。这个人是谁意思？就是我们儒家的人是最高的一个理想。儒家的所有的儒家的思想，最终归结起来就是人。我们说儒家一说就是仁义礼智信，对吗？那个人为什么会重要呢？因为这个人造字很简洁的一个字，说人轻也，从人从二。这个字左边是人，右边是二，很清楚。人的意思是两个人，两个人什么意思？儒家的思想很简单呢，什么？我们常说儒家要说什么呀？说你跟别人的关系，这叫人。这个人的高的程度是什么程度？所有的两个人的关系搞好了，这个社会就好了。后来他把这个两个人的关系再具体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孝。孝的字，那个孝字啊，上面是老，下边是子，是吗？儿子对父亲，对老人恭敬，这个叫孝。那么其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坤弟夫妇、朋友，所有的人和人关系不就这些吗？把所有的两人关系搞好了，这个社会就和谐了，不是这样的吗？儒家他就讲这个东西。所以人是最艰难的，最难达到的一个状态，因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是吗？好，那你怎么样让人家跟你关系好呢？那首先你要对人家好，对不对？你不对人家好，人家凭什么对你好呢？所以他的最高原则叫做恕。恕的意思，恕者如也。如是啥意思？恕的上面不是如，底下不是心吗？那他结果是什么呢？他很清楚的说，己所勿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怎么跟人家把关系搞好呢？那你就想这件事，你要对他这么做，你就想他这么对我做，我可不可以？我可以的，我就对他；我不可以的，我就不这样对他。儒家的理论都是非常实用的，他没有什么高深的或者玄妙的东西，都是可操作的，他都从最基础的地方起。啊，所以这个人两个人弄好了，就变成了这样的人。这个人字非常清楚，古文啊。另外一种写法是底下心，上面是千，那就是千人一心嘛。把两个人的关系搞好了，千人是指所有的人，所有人的心都一样的，那这个社会就好办了。
儒家的一些理论非常朴素啊，这种造字也很朴素。你看，它非这些字形很清楚的放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能搞懂这个关系啊。这个人也是，这边是人，这边是二。你说这些东西，我们老觉得它跟我们很玄虚，其实不是啊。这个大刚才说了，天大地大人亦大啊，用这个人四肢张开表示最大的程度。这种造字是不用多讲的，我们可以比较快的看过去。那这个字是大的上面再加一横，这就是夫啊。大的顶上加一横，那是天。看到没有？什么是天？天是人的头顶，天颠也，头顶，是吧？陶渊明有一个诗叫做“行天五干七猛士故常在”。古代有一个就是打仗，他跟皇帝打仗，打了以后把头砍了，砍了以后他没有头了，没有头怎么办？他就用商乳为目啊，用肚脐眼做这个，后面我们要讲的，这样那个人他叫行天，行天就是把头顶给隔了，我们叫天门盖，是吧？所以天本来造的怎么造的，就在人顶上，结果这个东西往上升，跑到那个上面去了。你想想这个造字，最开始进取居身，是吧？那这个夫也是，什么是夫啊？夫的意思，下面是个人，上面是一根竹棍子。古代的孩子，我们知道那个陶渊明那个《桃花源记》，黄发垂髫，并怡然直乐。那孩子没有成人，头发是往下掉的，男孩女孩都一样，哈。那古人的头发是不能随便剪的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到了成人的时候，把那个头发扎到顶上去了，然后用个竹簪子穿一下，这就表示可以结婚，可以成家，丈夫就这么来的，理解了吧？那这造的多简单，多简洁，可惜我们没有弄清楚啊，非常好啊。那这个是教，刚才说过了，用来。这个我很佩服这个汉字啊，我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的汉字你学清楚了，发现非常优美。我说每一个汉字都是一朵花，确实是这样的。它的那种思路是我们觉得很惊叹的，它用非常简洁的东西去表达很复杂的内容，让你一看就明白。很可惜，人家我们现在就是怎么了？我们割裂了这个文字啊，就是传统教育的这样的链条，使我们现在的大学生像都到你们这么大了，连这些基本的字都不知道怎么造的。这绝对是很是，所以我们现在呼吁啊，要把这些东西要接起来啊，这最基础的知识，有多少个不就400多个吗？你怎么就学不会呢？对吧？我经常就说这种话，你比如我们记英语单词，一记10万，你无怨无悔，叫你记这400多个字，每天叫，说那这个多艰难，它能有那么艰难吗？你的10万单词怎么掉了一点都没问题了，因为你想要跑到美国去，所以你觉得那个不难。你在中国，你是个中国人，中国几个汉字，你怎么不把它记回了，是吧？所以我们要呼吁一下啊，这样子，大家基础的东西应该是知道的。那造得非常好，这个是站立的立，什么叫站立？底下地平线这个人，你看这个立就跟那个大爷不一样了，是吧？底下的这个太清楚了，这还要讲吗？我觉得不用讲，一看就知道了。那什么叫做位置？你现在有个位置，就位置就是你站立的那个地方。古代立和位是一个字。后来区分了以后再加个单人旁，是吧？这些字是怎么拓展的，很容易看清楚啊。这个是并，什么叫并且的并？怎么个并且啊？两个人挨着站着就是并本，是吧？底下的一横把它串起来，这个并我们现在写成这半边，是吧？这个在过去的这个并字是很清楚的，是这样的啊。在这是西周的并决啊，铜器里边的并就是两个人清清楚楚画在这里，绝对绝对的一目了然，是吗？这个字是叶啊，这么抽象的东西，什么叫叶？这个叶就是叶，腋下的叶。看懂了这个字吗？你的腋下在哪里？一个人站在那里用两点表示你的腋下，这叫指示，以后我们说的是吧。后来这个字表示也，跟那个也跟叶读音差不多，是吧？表示连词了，怎么办？再造一个字，后出造了一个形声字，是吧？这很容易看清楚。这个是腰啊，这个腰是啥？就是人跑的一个状态，有后来把引申，那个头是偏的，那个人如果说头是偏的话，就不能往上长，所以夭折，理解了吧？啊，所以小孩子死掉了，古人就叫做夭，是吗？啊，这个是女，妇女的女啊，这个女你看看，她就是，这可能是已经到了什么时代？到这个我们说的女主内男主外的时代，是吧？女子在坐，这是席地而坐，古人的坐跟我们的坐不一样啊。你看它是这个样子的哈，这才是坐，看到没有？啊，没有椅子呀，它就这个我们叫做它臀部放在那个
脚踵上，这个是古人的作。你理解了这个当初的一些风俗，我们就能看清楚。这个在家里的，然后妇女永远都是女的，总是她不会这么脏的，是吗？她总是往内，所以这个字造的是非常漂亮的啊。在这个字里边加了两点，恐怕不用我说也知道这字是什么，这就是妈。所以母亲的母在女里边突出她的两个乳房，生孩子喂奶的才叫母，对吧？你看这些观念很朴素，我们很容易讲啊。这个是妻啊，这就是社会了，你看到没有？这个妻啊，妻子的妻，这个妻本来的意思，这是一只手吧？我这个手啊，这样的手，对吧？这是头发，把那个头发揪着干嘛？这绝对反映的是早期的抢亲，看到没有？把那女的抓来干嘛？抓来结婚呢？为什么时候抓？白天的能抓吗？晚上抓。所以结婚的婚那边是昏，看见没有？那昏底下是日，上面是太阳掉了，再加女字旁，过去是不加女字旁的。所以那个婚一定是天黑晚上抓，抓了你人家姑娘养得好好的，你给人家抓到哪里去了？抓去变成妻，在哪里变成妻的？在洞房里变成妻的。那洞房在哪里？山上挖个洞啊，你以为在你那是现在那洞房？想想就知道是吧。所以你出嫁的时候，女孩出嫁的妈拼命的哭，你今天的妈哭了装样子的，古代的哭是真哭，你知道不？这是妇女的妇，妇女干嘛用？干嘛的？这个女在这里是吧？这边是扫把，这是那个抹布，一手拿扫把，一手拿抹布。妇女是，所以妇女和女不一样，是吧？这可以看清楚这种变化关系啊。这个是妾啊，这都是很残酷了。这个妾，妾是什么？古代是有罪的，比如说抄了家，犯了法，打仗的时候俘虏了，才变成妾。这个妾是要劳动的，要及事于节于君，你既要给这个主人做苦力，你还要怎么，还要服侍他，这个就是姓奴，这才是妾。所以他的头上永远是带着一个心，这个心过去是一种那个就是木质的那样的一种像枷锁一样的东西，就等于你的身份在那里永远是这个样子的，看好吧啊。这些字形都是反映古代的东西啊。这个是男子丈夫也从立从田，这一看都知道了，男子干嘛？自从成有了父系氏族社会以后，这个男子主要是耕田的，因为中国是个农耕社会，对吧？用力于田就是男子，这不用说啊。从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去看这些字形，我们就能理解很多有用的东西。造字，我常说这个不是说这个历史是用文字来记载的，那个文字在造的时候，它本身就是历史，是吧？他造的时候是根据当初人的这种社会生活现实，他去构思这些字的呀。他这个思维方式是那个时候的思维方式啊。我们现在去看就能，他那么简洁的跟我们表现啊，我们天天用，但是我们并没有去想他为什么是那个样子的啊。这个很有用啊，而且解释的也很好。男是什么？是丈夫也，那肯定是你不成人怎么耕田呢？他要从田从立，言男用力于田也，就是说这个字是从立从田，不是我说的。这是许慎说的，许慎是五经无双啊，他的老师都是大经学家，他的这个字的解说不是他自己说的，他说是博采通人，至于小大，这些字的解说是一代一代传到他那个地方的，他只是给你固定到文字里，明白吗？那么他的说法我们常常就是靠谱的。当然现在有些文字学的就是用出土文献来说许慎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当然也有不对的地方，但大部分我们认为都是非常好的，他的解释也很到位啊。这个就是从田从立，那个立是什么啊？立经也，就像人的手臂很有力。我们刚才还记得我们弘毅的弘是吧？那样的弘就是有力的啊，就是有力度的啊。也有人说这个就是累，就是那个最早用来铲土的那个。但用累的时候，你还是得手有力啊，不然土怎么翻得动啊？这种情况我们就看啊，这造字非常朴素的，你看到没有？这个字就是应该念什么？同心协力，协力怎么什么意思？协力就是你也出力，我也出力，大家同时出力，那个事情就好了吗？是吗？古代用三表示多，我们知道是吧？所以三个手，三个有力的手才表示同心协力。后来嫌三个还不够了，加个十个手，看到没有？再加一个十，让这个字就更加啊。我们现在是，这一简化了以后，有些问题就不太说得清楚了。但是这个是很清楚的啊。我们简化字现在弄成了。一个十一个半是吧，所以有人乱讲，就是说什么叫协力呢？十个人一起去办事，这也可以，但是这叫什么呢？
我们把它叫做礼俗词源字源，对吗？就是俗字源，你这么解释了，又帮你介下字了。但是人家这个字的起源，真正起源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写法是1956年以后汉字简化才有，是吧？人家这个前面这个呢，人家是已经有2000多年以前了，对吧？许慎还是前面好多好多好多年挤到他那个时候的，是吗？啊，许慎离我们也快2000年了，是这种状态啊。这是同心协力的协。下面是子，刚才已经讲过了吧？那个《说文解字》的字啊，从绵里边一个子，这个子是什么啊？这个子形状，甲骨文这个也是子啊，这个也是子，这个也是子。这就是小孩的头，这个底下是他的襁褓，这一手在外边。有的人也写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太漂亮了吗？这不就是我们说那个三毛吗？是不？小孩不是头发比较少吗？是吧？啊，所以最开始的子是小男孩，啊，后来就表示男孩，再后来表示那男孩长大了，长大的男孩再有知识了，那个人就是孔子，啊，所以子后来作为男子有知识的男子的通称，是吧？所以我们现在老子、庄子、孔子、孟子才有这些，这是尊称。但造字的时候绝对不是这样。但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子用去表示天干地支，我们知道地支的子楚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吧？那个子放在第一啊，那是很后来的事情啊。那么那个子后边那一横不要了，这个字念什么呢？啊，就是我们现在的了，什么了啊？啊，手鼻不见了，是吗？就是这个用这种方式来表示他，所以说从子无弊啊。从这个角度来看的很清楚啊。这些字造的真好，你看这个宝，保护的宝啊，这个宝顶太漂亮了，这是你妈，看见没有？妈把那个手放过去，把你那个包在襁褓里的小孩紧紧的背在背上，那个妈是生怕她的孩子被别人亲怎么了，是吧？骗走了不说，你不能够受一点点损伤啊。什么叫宝？宝造的时候这个意思跟我们现在，你去想，我们后来就越来越多，是吧？所以这个保护啊，这个宝很重的哈。后来比如说那个官名里面有太保，是吧？太师太保，保那太保干嘛的？肯定最开始是皇帝王让太子请一个老师，这个老师的责任是一天到晚从那很小的时候把这个孩子要保着还不说，你还得关，还要教他知识，对吧？这样子的才构成这个整体的这个太保的这个作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文化里面的很多东西啊，这个手在这里面，这孩子在底下，这个字形很漂亮的。那这个字是儿，儿童的儿，这个儿本来是很好看的，这个儿这个字念姓。什么叫姓呢？你看小孩生出来的时候，这个头啊，头骨啊，中间那一块是有这么大一个地方是没有整合的，知道吗？这叫姓门未合，小孩啊。所以你现在那个反写的儿子的儿啊，上面不是一个头吗？是吧？它有个孔。这个人是要长好大以后，这两边的骨头在长拢，把这个顶这个地方才 hold 住。所以这种小孩的记忆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不要还没掉个东西，你赶快把头捂着。为什么要捂这个地方？那是人最薄弱的地方，用指头一通就坏了，知道吧？那个是很细的啊。他用下边是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呢，不是一个大人，是一个姓门未合的小儿。所以儿过去是表示，比那个子更小啊，叫做儿啊。所以我们叫婴儿啊。好，这些都跟人有关吧？这个字是兄，兄就是你哥哥。哥哥怎么来表现哥哥呢？我们的中法字嫡长子继承传，那个嫡亲的，就我们说大老婆生的那个长子，他是有继承传的。那么在中国的这个祭祀是很重的仪式，每一次一个关键时候都要祭祀。那个祭祀的那个代表这些，比如说父亲不在了，到了要祭父亲那一天，有兄弟有八个，那谁在前面呢？肯定是哥哥在前面，对吧？那个在前面的这个，我们现在说跪在地下的，嘴巴朝天说父亲啊，你怎么怎么的，那个人是兄，你理解了吗？所以兄字再加一个士字旁，就是族父的族，你写写看啊，那边不是祭祀的事吗？那族父的族，族父的族是一个族院的动作，那么完成这个动作的那个人就是兄，就是你哥，那是老大，知道吗？
好，其他的人呢，比如八个，第一个是兄，其他的就是弟弟。这个弟弟我们可以说二弟、三弟、四弟、五弟、八弟，对吧？不能说一兄、二兄、三兄、四兄，只有兄只有一个，是吧？弟有好多，那怎么来表示这些弟呢？这是一般认为这是尾数，这是次弟，中间可能是一个棍子，这都是绳子。这个绳子去缠一个棍子的时候，它会缠出一圈一圈一圈的，是吧？那个圈是有顺序的，明白吗？所以那弟弟是有顺序的，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八，这样子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兄和弟的意思。后来这个弟弟的弟，它在古代是表示序数词的，第一是要写这个字的。但我们后来呢，因为这个字总是表示弟弟嘛，那个表示序数的弟再加一个竹字头，看到没有？为什么要加竹字头呢？什么东西跟竹子有关呢？竹简，对吧？最开始是竹简，那个竹简一条一条的写，写完了以后一定是要有顺序的，你要把顺序搞错了，那个书就读不通了，是吧？所以竹简的次第是竹字头的那个地，那么这个地是表示一切地，其中也表示老二老三这个地，但后来慢慢的就把那个地用来表示叙述，这个地我们就只知道它是表示弟弟了，但说文那个时候它是表示次序的，所以说是尾数之次第也啊，尾是圆着环绕的这样的圈圈的那个圈的顺序啊，这是兄和弟啊，这个是老人，这个老人也叫考，老考也，考老也啊，七十曰考啊，七十岁的人就叫老人，那这两个字本来是一个意思，考老考老。考老考老，我们现在想古代肯定是有一个读法是克老考老考老，为什么呀？我们那个墙角叫什么割了，是吧？我们叫旮旯，是吧？比方我们有一个孔，这个孔叫窟窿，是吧？就说明早期的造字的时候肯定有双声母的，那么这里就有这个问题，所以考老考老开始就读克老考老，这样的一个声音表示什么？那古代的人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头发是永远不能剪的，不能剪他就认为这个头发越长啊，那个人就是越老，越老的人越有知识，因为古代的财富知识地位都由老人掌握，所以敬老是古代非常重要的东西，儒家的核心就是孝，孝就是敬老，为什么？经验都在老人手肚子里没有输，权力都在老人手上，他不给你你就没有继承权了，所以那个老很重要，知道吧？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老人你看这个多像啊，他的头发长长的，看到没有？背已经玉履了，有点驼，然后前面还要举个拐杖，看到没有？这个拐杖呢，有的是往这边拐的，有往那边拐的。我们今天考字和老字上面都从老，一个拐杖往右拐，一个拐杖往左拐，说明这两个字过去是一个字。所以说文解释的说考老也，老考也，后来叫转注，转注就是两个互相可以解释。到后来发现你这不浪费吗？一个词用两个字没有意义啊。那后来就分工，分什么工呢？我们后来就知道活着的叫老，死了才叫考，记得吧？你们清明节去祭祖的时候，那个碑上会写故显考，是吧？那个考就是死去了的老人啊。从这些字形我们能看到，还有长头发的长，其实跟这个也是啊，这个长也是表示他，这实际上这个头发长也预示着他的知识长，各方面的经验长，这样的意思，他也是一个老人手里拄着一个拐杖，我们今天都变化了啊，所以长同时又念长，是吧？那个长就是长辈了，是吧？再后来那个长辈就是管事的，后来把那个管事的人叫长，这就出现了县长、省长，这是引申义，是吧？我们可以理解班长，是吗？啊，是这样的啊。从这里我们能看到这个字形这种造字的这种变化啊，这些人的变化，我们看这个跟人有关。这个字是王，王是什么意思呢？说从这么一个隐蔽的地方，什么是王呢？哦，这很像小时候小孩躲猫猫，是吗？他跑到那个墙角那个地方躲着，你就找不到他了呀。所以古人的王开始不是死的意思啊，是不见了啊。还有一个就是你从该有的地方你离开了，你原有的地方没有你了，所以古人亡国，亡国不是我们现在说的意思，亡国是从他自己的国家流亡，好说国王就这样他逃亡了，是吧？这样的一个字形，后来越引申越多，现在这个亡经常用来表示死亡，但是很多时候亡也是表示没有了，是吧？我们叫亡佚啊，亡去了，这样的意思。再然后心里亡去了，加个心之理，表示那东西不在你心里了，那就是忘记的忘，是吧？那这些区别开始的时候它只是读音区别，在字形的时候它把这些字形去分化
跟我们形成各种字形的关系啊。